一想起要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睡在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我很开心的，我整天都唱歌的，我是傻乎乎的，几十年都是这样唱歌的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我都觉得好好。我是傻的，没脑筋的嘛。所以快乐就是少想一些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是开心果吗？他说我们呢用一个开心车队。以前啊，一千块都踩过一天啊、对啊，现在啊啊，几个月就找不到100块。我们的这里就是有客人就有生意，没客人就没生意。现在呢，这年轻人啊出来干事，每一个地方都1万多一个月，啊，如果他进我们这行没有这个固定的生活。但以后澳门就没有三轮车。如果呢，他们这批老人呢，一走一个少，一个走一个少。好多人呢，做了经理了，他的儿子做了经理啊，不准他的老爸去看，他做饭这行，说他影响他做经理的身份啊。我们把他的车锁就不要踩上了车了啊，但是这个老爸就是在这里逛啊逛啊就没了。就上天了，好多的老行家都是这样。这个人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嘛。跟工友啊聊天啊，就是心里畅通一点的嘛。每天在锻炼一下。啊，对啊，有客人就锻炼啊，锻炼锻炼啊，就开心唱啊歌。我们的准备啊100岁就也干这个的，啊，身体好吗？啊。又就一